科研连接法孔一线，教学弥漫战场硝烟。武警工程大学乌鲁木齐校区分队指挥系副主任崔书龙教授紧盯反恐一线前线钻研，带领团队研发出武警部队首个反恐云计算平台，构建起基于信息系统的战教研体系，为部队反恐作战和院校教学训练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在近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他被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戴上 3D 眼镜，拿起手持终端，这套由崔书龙研发的全军首个反恐 3D 战术教学训练系统，不仅让学员们摆脱了书本的束缚，还能让他们置身真实战场，展开动态侦察、兵力部署，甚至是实战对抗。战场是崔书龙最熟悉的地方。今年45岁的他，既是计算机专业博士、作战指挥专业硕士，还曾任一线部队指挥员，先后十多次参与反恐出突行动。2008年，崔书龙主动申请来到院校，在科研领域开辟新的战场。短短三年间，他带领团队相继研发出全军首个运行在智能手机上的狙击步枪带道计算软件、维汉双语通系统、全域无线视频传输系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研发武警部队首个反恐云计算平台，天山反恐云的大胆构想。为了全面准确地收集作战数据，崔书龙几十次奔赴任务一线进行调研。经过四年的极致攻关，2014年天山反恐云计算平台正式研发成功，为部队反恐出突实战和院校教育训练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作者：王文发，冲浪城猛政监生张瑞。